恭喜恭喜，恭祝大家新春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合家欢乐，虎年吉祥如意，小朋友学业进步，虎虎生威，出来工作的朋友步步高升，稳多些，做生意的朋友虎运亨通，财源广进，老人家当然要身体壮健，笑口常开啦。多谢大家对 Lulu 厨房一路的支持，多谢你们每个 like 和留言，这些都是我前进最重要的动力啊。新一年大家一起加油啦。新春佳节当然要煲个滋补身体的靓汤给全家人饮啦。今天的材料有鸡、急冻海参、党参、黄芪、瑶柱、虫草花、桂圆。海参是养颜的圣品，具滋阴补肾、养血益精、调理养胎、抗衰老的功效，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胆固醇，它还含有海参黏多糖、海参素等成分，抗疲劳、抗衰老、抗肿瘤的生长。这款急冻的海参处理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佛跳墙的影片。除夕那晚我家做盘菜是用干货的海参，干货的海参需要三煮三泡发，大概需时5至6日左右，但是论营养和口感一定是干货海参胜出。干货海参大概3-4千元一斤，1-200元一条，急冻海参60-70元一条，价钱相差好几倍啊。这种是黄芪，又叫蓝芪，药味甘温，具有补血补气、固表止汗的功效，可以促进代谢，增强免疫，强心，抑制肿瘤细胞的繁殖，抗菌，抗病毒，利尿，退水肿，排脓，敛疮，生肌。用黄芪打粉，每日开水服用，可以增强免疫力，抗衰老，护肝等功效。如果体内热气、阴虚阳亢、热毒、生疮疡人士，请避免去服用。我请药材铺将一半的黄芪切粒，方便煲汤的时候就加4-5粒落去。这种是北芪，是生长在北方的黄芪，比黄芪更加燥热一些，表面是淡棕黄色，长住不规则的皱纹。北方适合用北芪温热大补，南方人用黄芪补益就更为适合。党参补气，功效和人参相似，效果比人参弱一些，药性平和，比较适合各种气虚不足、四肢无力、食欲不振的人士调理，都可以补血。对于气虚所致的口渴、头晕眼花、面色苍白、便秘等症状，都有良好的治疗果效。党参茶可以促进造血、抗衰老、健脾益肺。虫草花壮阳补肾，增强体力和精力，对于恢复头脑清醒和提高大脑的记忆力都有良好的作用，可以降血压、抗菌、抗炎，都有明显的疗效。将所有的材料放入炖盅，加2片姜、少少的绍酒、辟味和提鲜，炖2.5个小时左右。如果你想吃到完整的海参，可以在最后30分钟先再加入海参。现在外面是气温11度的小雨夜，配上这一盅热气腾腾的温补靓汤，简直是绝配啊。海参补肾益精，阴阳相补，瑶柱滋阴补肝肾，党参黄芪补气养血，虫草花壮阳补肾，这个汤将各种的药膳功效尽情地发挥出来，汤头亦都非常的浓郁，用它来慰劳辛苦了一整年的家人和自己最为适合了。祝大家过一个喜庆祥和、暖粒粒的农历新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